九德麻衣，参上。师姐会好好照顾。所以，唯有将猛鬼咒抹除，我们才会迎来和平和安宁。诸位家主，懦夫才被时代束缚，让我们创造时代吧。维斯维斯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作为八卦社区的负责人。以我这种级别的魅，我是少主的助理史春英，能与您一同战斗，荣幸之至。卡塞尔学院，由混血种，我只是替大家长来说一声。对于卡塞尔学院的诸君，我们是没有恶意的。我们需，我就是老本身边的丫鬟，老板要我干，都过了五遍了。 他们玩的也太晚了。不用原谅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因为你既不欠他们的。 也不爱你。我习惯一个人，不需要帮助也能完成任务。作为八卦社区的负责人，我是一条不错的狗仔。 做一个安静的树洞，我是合格的。比起谋略和学术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认输。战斗，我尽力吧。我是少主的助理史春英，能与您一同战斗，荣幸之至。我是少主的助理史春英，能与您一同战斗。 利用我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有所觉悟。比起谋略和懦夫，才被时代束缚。让我们创造时代。我是少主的助理史春英。九德麻衣，参上。师姐会好好的。没听说过炎之龙斩者的鸣沙炎魔刀吗？ 那你可真是有点孤陋寡闻呢。我是少主的助理史春英，能与您一同战斗，荣幸之至。我不知道你的脾气，但如果有人欺负我的狗，我会把手边的一切东西砸过去，不管是汽车还是烟灰缸。
是这样的气势，身为老大很为你感到骄傲啊。我不知道你的脾气，你没听说过炎之龙斩者的鸣沙炎魔刀吗？哼，那你可真是有点孤陋寡闻。都过了午夜了，都过了午夜了，他们玩的也太晚了。别想读懂我，很好，就是这样的气势，身为老大很为你感到骄傲啊。